这包我在另外一家超市买哦，好像比较便宜嘞，或者我就把它放回去喽。然后我想明天我才去那一家买。他的父母亲会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，就是有点不开心啊。但是我们也没有冲突，再这样子哦，我就可以知道，你的背景也是你不同的。你妈当时没说话。